一个传球之后就直接往前面去做推进。接棒再给舒豪，三分线外两大步子距离 nothing but net。 这个确实是他的一个射程啊，是这一口没进。林舒豪想打一个立足未稳，直接开网来破个人连得五分。一起倒数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啊。有大转身，哇，这球难度相当高啊。这是一个大号的三分球，来的林书豪。现在一样啊，在控制时间的是林书豪，再罚一个大号三分球，哇！我的天哪！我旁边的球迷全部站起来了，一起倒数。要敢去进攻他，对你后面只要把处理球做好，保护球做好，都会是找到好的机会了。很远，林书豪要来了吗？三节命中的三分球。